阿媽其實好多嘢嘅話，但係一個會啊，除了 market 之外，其實依個節目跟了很多醫生啊、博士啊、專業團隊都學了很多嘢。有啲咩難忘啲嘅恐怖嘅嘢啊？真係有嘅，其實之前係啊，因為我自己本身咧都有即係親身經驗啦，亦都即係做咗白老鼠嘅，即係喺依一個嘅節目度。咁第一個咧就係測試依個嘅酒精啦，第二個咧就係諗下先，第二個有一樣嘢又係又係。不是化妝掃，不是化妝掃的，油，空氣清新機都有，其實很多我都有真的要 去試驗，但是最難忘的就是真的酒精。第二樣嘢嘅測試我記得是什麼呢？就是喝那個廚房那個煲，那個煲慢煮，不是慢煮，那個煲呢試一下每一個煲呢，因為家裡有很多個不同的煲的嘛，有些是 non-stick 的煲，有些是不鏽鋼的煲，不同的煲，原來呢是會有一些生鐵鏽的味，我當時也都是試驗過啦，我也都喝了七款嘅唔同嘅生鐵鏽嘅，真係係啊，真係飲煲底水。嗰日係咪我唔得閒先拍嘅？係，咁嗰一次我真係飲到想嘔咁滯嘅，直情係要吐出，因為真係好辣，真係好大陣，係直情係生鐵啦、坑渠夾埋曱甴一齊就好恐怖嘅隻味。咁原來咁因為都要試噶嘛。冇屙，咁但係嗰一次之後咧，我真係翻到屋企嘅所有廚具嘅嘢咧，我真係忍唔住，我係要買個一 set。咁其實依個節目咧都令到我即係大開眼界，因為啱啱當時咧就啱啱我空氣清新機壞咗，咁原來有啲空氣清新機原來係冇聲稱嘅，即係所謂99%嘅殺菌啦。咁其實我即係 total 我嘅廚具又買一個新 set 啦，即係經過節目之後又再買空氣清新機，其實都即已經 over 了萬多元了。你拍這些東西敢不敢告訴他們？有啊，我有敢告訴他們，那我都會告訴他們我做事啊，這樣有跟他們說過，那他當時都問哎呀是不是那麼恐怖的，那樣你換你家裡的餐所有廚具那些有你連有有啊，所以變了就所以就變了 make sure 大家就很健康了，這樣咯。咁我又唔知喎，咁唔應該去即係、就是、去同人哋比較，或者邊個快邊個慢咯。嗯。你會一齊試業啊，同男朋友咁樣？依個可能係要日後再要計劃咯，係。有啲由二月開始到而家呢幾個月，咁其實基本上所有家長，包括我同我老婆，都係24小時對住啲仔啊，咁即係。學費係叫繼續交緊，咁但係咧負責佢教學啊，係啦，因為我太太就主攻就係家庭主婦嗰 part， 咁所以咧所有功課嗰啲，即係總之我唔使開工，功課全部交俾我咯。所以我覺得我而家對二年班、三年班嗰啲課程我了如指掌啦。咁我自己對於自己嘅普通話同埋英文都進步咗啊，即係幫你對功課對得多，自我都增值咗咯，係啦。其實今次停課之後，我發現我耐性真係 OK， 唔差嘅，即係我 EQ 真係 OK， 即係佢哋好樂意同我，即係咁當然我都會惡嘅，因為即係唔係話佢唔識，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唔識功課係梗㗎啦。咁但係如果佢唔識得嚟咗喺度，即係好佢做功課咧，好似踢下又唔喐啊，即係態度好似等你餵嘢食咧，咁我就真係會鬧嘅。意思因為你而起咁樣。哦。又唔係話呃嘅，咁其實嗰剎那，因為其實而家呢段時間我哋都即係特別我太太都或者成個家長群組都對於復課嗰啲消息係好緊張噶嘛，咁當然睇到嗰剎那係會真唔真嘅咧，咁其實成個家長 group 都係咁 check 好多啦，咁亦都有 check 下究竟教育局有冇啲 update 啦，咁所以咁問到我，我都唔知喎，咁不如試下即係求證就問。網上啲即係啲家長啦，係啊，咁即係通常多個消息知道咪好咯。咁到差唔多之後知道哦，原來唔係嘅，哦咁咪 OK 啦。因為其實係同唔係咧，我哋都好多嘢處理嘅。即係琴日正正就係個兩個仔校車
deadline， 因為我之前又 cut 咗校車嘛。咁其實咧，如果你要申請翻校車，唔係話誒我要搭就得㗎啦，你又要 send email 俾佢啦，咁等佢 approve 又即刻要去交錢，即係如果係要復課又有處理，唔使復課亦都要處理咯。咁所以咁家長嘅立場係緊張啲咯。